讯体育10月6日讯 ,NBA 主席亚当肖华在昨天接受采访时表示，联盟正密切关注达拉斯独行侠俱乐部对于最近有关工作场所不当行为指控的反应。联盟正密切关注独行侠俱乐部正当行为指控。据达拉斯晨报报道，又不愿公开姓名的女性雇员揭示，和独行侠合作多年的球队官方摄影师丹尼·柏林杰存在在工作过程当中向女同事求欢及发表猥亵言论的不良历史。早在今年2月，独行侠俱乐部就被爆出性丑闻，但柏林杰并未被卷入当时的调查。不过随着这一丑闻事件的曝光，他已经在这次中国行过程中被提前遣送回家。在昨天独行侠与76人的中国赛开始之前，肖华特地发表声明，表达了联盟对于此事的态度。当听到工作场所不当行为的消息时，我的关心程度总是特别高，不管事情发生在独行侠还是其他哪支球队。今年年初，体育画报的一篇报道揭露了独行侠俱乐部内部存在一种歧视并欺压女性的恶劣氛围，有多名女雇员曾在工作期间遭遇过性骚扰。这一报道迅速引起高度关注，不仅 NBA 极为重视，有关部门还组织了一个独立调查小组对此事进行了详细调查。调查显示，已经在2015年离任的前独行侠 CEO 兼总裁特德·马阿瑟里曾对多名女雇员有过骚扰行为，包括不当言论、触碰、强吻、观看后分享色情图片及视频等等。不过根据这次调查，独行侠老板马克·库班本人并未参与任何性骚扰事件及工作场所不当行为。为了挽回球队声誉，他还特地向各种女权组织先后捐献了总共$1000万的善款。说回到柏林杰，这位50岁的摄影师已经在独行侠工作18年之久，而他和库班之间的私人关系建立在更早之前。早在1997年，柏林杰曾将一位名叫蒂凡尼·斯图尔特的女性介绍给库班，当时柏林杰正与蒂凡尼的姐姐约会，但数年以后蒂凡尼成为了他的妻子。根据此次对于柏林杰的指控，他曾有目的性地拍摄过独行侠啦啦队员身体的特写镜头，然后展示给他们看，并做出猥亵评论。据举报柏林杰的女性雇员称，他并未将此事举报给球队人力资源部，但已将这一行为报告给了事件调查员。另外一位以志愿者身份为独行侠工作的女性还提出指控称，柏林杰曾先后两次在他下班离开时拦住他的车子向他求欢，他已经将此事报告给人力资源部。库班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球队正尽一切所能去除工作场所以及工作过程当中一切相关的不当行为，并表态绝不干涉相关调查过程。山丘